怎么了？啊？怎么又不高兴了？你去了去了，你呢？你问，你呀，怎么了？啊？掉小猫腻了？啊？你有什么事说呀？没你事儿，那没事，你搁那地方干什么？愿意，管不着。哎呀妈，我管不着谁管着？啊？你不起来吃饭了？不吃，不饿。哎呦，哭能哭饱啊？嗯。你到底怎么回事？说呀！你不知道不知道。你啊，你自己哭你都不知道怎么为什么？闲的，无聊。啊，咋就因为我骂儿子了？滚！你离我远点！真是你，这爹骂儿子不正常吗？这气儿来的莫名其妙，烦的莫名其妙啊！快说，快怎么了？我过啊！啊，别，你再别给我弄火，弄火那屁臭你！哎妈，你平常抽过的那东西，抽过你忘了上回啊？抽我生疼的啊！活该！完了就还挠我啊！掐死你，挠死你！你反天了你啊！啊，快说到底怎么了？快！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快走！你这就给你惯的啊！惯的现在没声了啊！快说到底怎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耐心是有限的啊，你别给我弄活，弄活我告诉我收拾你。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你等，你是不是反天了啊？啊？好说好商量不行？问你怎么回事，你还不说？啊？嗯？你不说，你这就是欠揍才哭的，啊？打一顿就不哭了，啊？这种牛你，喂，干啥？哎，别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疼，哎呦，疼，你变态啊！哎呦，反天了啊！你简直一切都反天了。